今天是11月11号，台11线上面的11公里和111公里处的交通号志也成为了今天最夯的景点，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朝圣拍照打卡，因为一年就只有这一次，甚至有环岛民众专程骑到这个地方特地拍照打卡纪念。今天是11月11日，因为月份和日期都是相同的数字，这也让位在成功镇上的台11线111公里处的路牌成为了今天最应景的打卡热点，不少路过的民众都专程停下来拍照打卡，其中也不乏有专程前来的游客。而为了避免人潮拥挤以及影响交通，成功警分局也派出了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，但免不了也要充当一下摄影师帮民众拍照留念。这边拍照啊，就今天有这个活动啊，哎呀，对啊，刚好今天31月11日呀，哎呀，很棒，非常棒。然后今天又是11月11号，对，所以带着全家大小来这边拍照，对。从嘉义过来，嘉义过来，今天怎么会在这边停下来？刚好经过，突然经过，刚好今天刚好11月11号嘛，所以刚好这个拍点，刚好纪念这样，来拍照一下。从高雄来是啊，然后要去哪里？要去花莲啊、刚好经过这个地方嘛，还是特地停下来？特地停下来，有什么意义吗？今天就一啊，因为月份以及日期的关系，让双十一这天，除了不少的店家平台寄出了优惠之外，也连带让平常用来告知民众位置的路牌，也成了另类的打卡热点。记者陈继玲成功镇报道。